你要选择一个人可以帮助你过关，不是说那随便，那我就是选林香，不是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吧。我选林香。突然下来有什么事吗？等一下，万一我们在公布我们待会的游戏规则。好，你们不要紧张，请步一下过了，倒下去。你以为是在考驾照 S 型是不是？拼多多娱乐城恋爱上线中。